健身服装是不是？我今天他妈为了准备一双限量鞋。紧张洛凯瑞行销 Toys 跟钟培生的拳赛已经到了赛前一个月的时间，结果现在唯一卖完的只有非轮椅席的身心障碍票，于是找来了先前发生一点小火花的反骨孙生还有小哥哥艾里来拯救票房了。孙生，你们当初球鞋店的事情在我们总统奖上面讲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妥当吗？我希望你可以为这件事情好好道个歉。总统奖提到幽默了，有那么玻璃心呢？不是，要看怎么看都是一个段子，一个好笑的东西，怎么为什么要走这么走心，这么玻璃心呢？就像大家说我们反骨不要店倒了，这是事实啊！你逢甲店倒，你一年前就拍影片说过了，我只讲一个事实，我不是诅咒你店倒。没事，为什么要那么懂心爱你？事件的详细内容，小编做过影片。你知道我们现在要颁的奖项是什么？什么奖？你说。可以射射奖。可以射？这我的奖吧？重点是谁还比我更射啊？你举例嘛。小哥哥爱你吗？哦对，最爱你。啪啪啪的时候，水流的多吗？哈哈哈哈哈哈！入围的时候有高潮吗？哈哈哈哈哈哈！你执法的时候会有反应吗？哈哈哈哈哈哈！啊，逢甲店倒喽！那关于孙生的事情，他在事情发生当下，我跟他讲完之后，他就马上跟我道歉了。我现在没有思绪跟心情去整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创作的人，我就只是单纯喜欢赚钱。单纯喜欢赚钱，小编大概猜到小哥哥艾里会坐在这里摆臭脸的原因了。我赞助你鞋子，然后那时候你在拍你的业内影片，拍你的业内影片的时候呢，你也说好，我就热情赞助你的鞋子，然后你说好我会资助我们的店，我会觉得 OK。可是你影片上的时候，我们什么片段都没了。没有，所以说我跟你讲，当初的确那时候是你也需要鞋子。然后你问我无时无刻都需要鞋子。孙生，你是蜈蚣吗？要那么多鞋子干嘛？我老实讲，这卖东西真普通，没有不好，但很普通。孙生，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这普通的鞋子，我自己那时候也有拿，我也穿得很开心啊。对，但是问题是，我有帮他宣传那一双普通的鞋，啊，你帮他宣传一下。我记得我有发限动有啊，不是，怎么会一点这种小事？这重点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从头到尾就是你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对，好好道个歉有这么难吗？哦，没有啊，后面谁发限动啊？说我林森北路也有认识的，看起来超屁的。我为什么会帮你道歉？因为你有印象吗？你那时候跟我说他像死脑，你想跟脑讲话，但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同行的，而且大家都在看。你把我们台中的当塑胶是不是？哦，没有，我只有把你当塑胶。Okay, 我也尊敬台中的。你觉得你拍的影片是很有水准，是不是？啊，找那个女生来剪内衣比赛。啊，你们的影片才没水准吗？什么爆出来的，都是 C 的，看得出来啊。我们好像没有在 C。哦，那么真的也可以啊，真的做也可以啊。对啊，是不是？那你敢说我们敢做敢干？我们敢做敢。T O 万万的表情好委屈，像是个被婆婆骂的小媳妇。如果你真的很屌的话，我身旁所有的女生随便问都有你的事情，你的感情事啊。所以我说我这边有影片啊。只是后来因为酷炫一直跟我道歉，所以我没有把你影片发上去。我的确也是跟艾里吵架，我说要发就来发嘛。其实我根本没在怕，因为孙生平常的影片都是传到我手机里的，你手机的影片会有我手机里的影片多吗？不可能啊。通常男生手机存片子是晚上要排解寂寞用的，酷炫说他手机里都是孙生的信影片，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小编突然知道为什么孙生很缺鞋子了，每次跟女生发生完关系都要送一双鞋子暗示对方走人，当然会很缺啦。我是讲真的，我觉得太恼了，今天为这么小事还在偷笑啊。 TO 万万，不要以为低着头别人就看不出来哦。如果这些影片流出去让孙生变正红怎么办？他之后要开约课程的课程欸。我讲之前已经没觉得你们就是厉害了，你们没出过社会啦。哇，你刚刚说客群一样，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啊。你们都是高中生大学生看的，国中生啊，我们都出社会的人啊。出社会的人不会在限动到处乱公审粉丝啊，真的超屁的，这行为没有，我是公审你。希望这些爱看把妹套路的社会男人还有国高中生可以把剩下的拳赛门票买光光啦。我是觉得如果可以好好解决就在那边讲完就好，也不需要延伸到后续，就走心怪，走心怪要怎么讲？结束嘛。如果觉得你没错，那没有关系啊，就看主办方来怎么解决嘛。这走心怪怎么跟他讲道理啊？拳赛都约好了，形象照也拍好了，再来问主办方怎么解决。凯瑞行销的新业务范围是充当调解委员会吗？联邦酷炫拿手机直播的弟弟都在笑了，你看看。要戴口罩的，他平常就没有在戴套的，他会 care 你们在戴头套吗？完全不 care 啊，直接不戴套啊。
我跟你讲，今天什么都真的、啊，就你鼻子是假的、啊。不用打什么全集规则，直接打看哪一个先进医院啊？对，敢不敢？打到进医院至少一天要七枪以上啊！馆长三枪就进去医院了，这里讲的七枪应该指的是另一种吧？你啊，我也是世界冠军，我打手世界冠军，你拿这馆长开来跟我比打手啊？老子射十次啊！看你先倒啊！你刚刚说我鞋舌普通是不是？我今天他妈为了准备一双限量鞋。死屁孩，你试看看啦、啊！回来！他最爱你，最爱你！然后酷炫非常迅速的开始试穿限量鞋啦，果然做效果归做效果，限量鞋还是要收下的啦。他们确定啊？差不多八号分走了。那不错。大家觉得这波操作可以增加多少拳赛门票的销量呢？小编是建议把香港比翼仔的4000万台币拳酬砍掉一个零，再把票价打个5折，马上就能把票卖光了。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